表民进党角逐2024三地原住民立委的前台东县延平乡长胡黄广文，11月21号早上在支持者的陪伴下，前往台东县府选委会完成登记。同时，他也再度喊话，强调国会应该是让所有族群都有公平发声的机会。我们作为一个布农族的一个代表，代表我们今天民众党参加这个三地立委。立法委员的一个参选，更主要是任何党或任何族群呢，都是一律平等。小族群目前是比较对权益上面发声比较小。出生于台东延平乡永安部落的胡黄广文，2018年以无党籍身份当选延平乡长，执政4年后，2022以国民党身份竞选，却连任失败。而隔年在布农族民族自治及民族议会促进会推举以及族人的支持下，胡黄广文毅然投入三地原住民选举区立法委员选举，强调布农族拒绝成为其他民族或政党的配票工具，必须争取国会席次为族群发声。布农族27年，将近27年都没有立法委员，那又身为在三元的方面是第三大族，那国民党一直在认为说我们布农族是过去都是不团结的民族，所以他认为赢得胜选的几率不高，本来是要以无党籍，那没有后来其实在之前也听到民众党一直在招手，而且民众党的理念，我对他非常的期待。三地原住民立委推荐的唯一人选，给了布农族柯主席之信任。啊，我们这一次的达赫弟兄啊，达赫加油！达赫加油！动算动算，把这样的重责大任交付给我们的达赫。Kata burun tu burun, minta masalah kata, pakai dendara kata, minta sambil minta isang, menghambas, imilah perubatan, tahan!在民众党以及族人支持的口号下，胡黄广文背起象征族群责任的藤篮，全力角逐三元立委席次，并提出顾居住、顾生计、顾永续、顾文化4项政策，内容强调年轻族人回乡安居就业，争取放宽在地农产品加工厂设置，善用原民部落的地热资源，以及落实原民文化教育权。随着选战倒数阶段，胡黄广文及团队也积极地到每个原乡拜票，希望争取到每位族人的支持。从早到晚的拜票行程相当辛苦，而家人的支持也成了胡黄广文继续前进的动力。他要做对的事情，我就只有默默支持他。说不辛苦是骗人的，还是他出门的时候身体比较担心健康，没有健康的身体，你后面都不用做了。民众党现在可以看到最近。我们主席甚至民众党的这种对政治啊一些对国家的期待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他们都不太像过往啊这种比较呆板啊比较保守，原住民的问题要由原住民来解决，那不是说由汉人来去看待我们原住民的事情。胡黄广文表示，布农族长期被蓝绿划分为泛泰雅族，这次的参选是希望更多被忽视的少数族群能出声，让每个族群都有公平的立基点，也是他此次投入选战的初心。而民众党提名的胡黄广文是否有机会在相隔26年后再次为布农族争取到国会席次？明年1月13日，答案即将揭晓。原视新闻台东延平站报道。